4号上午，电影《名侦探洪吉童》制作发布会在首尔举行，主演金城君、高雅拉、李帝勋出席活动。这部电影以1990年代为背景，将韩国耳熟能详的古代主人公义贼洪吉童改编成现代黑暗世界版的私家侦探。这次高雅拉在电影中饰演魅力非凡、集美貌、金钱、能力于一身的完美女子。막대한부와명예를가지고있고요눈을뗄수없는미모의소유자입니다 저기아이고그얘기를제가해드렸어야되는데 曾在电视剧《请回答吧1994》中和高雅拉合作过的金城君，开玩笑的一番话引发现场大爆笑。저는아라시고아라를응사찍으면서는단한번도이쁘다고생각해본적이없거든요왜갑자기그런고백을지금예 이번에황회장역할을그현장에서딱보고아네가이뻤었구나이렇게제가얘기를했을정도로그역할에맞춰서얼마나변신을또그죠而男主角李帝勋谈到和电影中洪吉童角色的相似处，他想了一阵，表示뭐이게캐릭터소개가뭐겁도없고정도없고친구도없고친구도없고뭐자비도없다는데 전다있는것같은데그건요불친절하다 그런데음성은또굉장히친절하고 네, 네그래서연기하기가쉽지는않았던것같습니다 그래서아이렇게좀어떻게보면부정적이거나좋아하지않은이렇게인물일수있는데괜찮을까에대한걱정을했었는데감독님께서는그게홍길동만의정말특별한매력이다그래서분명히이홍길동이라는인물이영화속에딱등장해서이렇게관객들에게보여준다면정말새롭고신선하게각인이될거다이렇게말씀을해주셔서그거믿고진짜예열심히했던것같아요그러니까요지금까지